顺移到我这里，再来。 再来。你当真不会？只要按照功法练习，就算最愚笨的凡胎，也不会是如此境地。师尊，你该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吧？我的确怀疑你没有全身心的投入。 因为你打心底便排斥你的师尊。拿好，自己下去。师尊，你别走啊！喂，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？这怎么这么高啊？谁来救救我呀？